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开始。Hello， 各位模型大人，大家好，我是皮特，最喜欢模型的阿燕，我又到我们的每周，不是每周，每周就糟糕了，每月最期待的每周，我大概就没撑不住，太多了。太多了，这一次怎么那么多？虽然除了利友的以外，还有别人的啦，但是还是很多。利友 PG 宇宙，我觉得我们这个，我是不是要劝你少买一点？但是我觉得这好像也没什么用。没有啊，后面就很少了。真的吗？真的，后面就都很少。你是不是已经讲了一年之后就没有了？没有，真的你到后面你就会发现那个 PG 宇宙会开不下去。不会啦，再怎么样，我觉得你都会买个一两箱啊，对不对？是啦，买个一两盒就这样子啊，对不对？这里面大概两盒吧。两盒三盒，两盒三盒差不多。好啦，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从这边开始吧。你要先拆这箱。对啊，今天淋的湿哒哒的。哎呀，这个没办法，大雨淋。湿哒哒的开始。不过这次是全台都下雨。没有啊，就是知道梅雨季，然后还要发货，我就很担心。我不起。还好啦，我这个箱子蛮厚的。可是你看这个箱子都已经 Q 起来了，已经比平常软。你看，这个已经是两层的纸箱了，还这样子。这已经变形了呢。对啊。好，这个啊，湿湿的，有点湿气。不过还好啦，里面好像还 OK。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魔法少女。哇哦！魔法少女，有魔法少女锤的。对，瘟神钢弹，这叫什么瘟神啊？空战，空战型哦。对，哦哇哦，空战装备。好，那我们拿起来开来看一下吧。好，放在这里可以吗？可以。盒侧要拍一下吗？它有盒侧意外呢。可是这个盒侧很阳春，看它就是那个商品图把它放过来。没，这你不觉得这个看这种看起来很像那个盗版？好像盗版的排版也还好啦，这个字体还可以，有建成呢。但是你把如果没有这些字，你就看起来真的超像的。有，我还是有，我觉得我不能这样讲，它还是有设计。你看正反嘛，然后有一个啊，好啦，就是盗版的没有啦，不是盗版的啦。好啦，它这个系列也是有挂这个，Full Maker， 所以它其实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叫什么？你说不是 R1 哦。不是 re 100的，他不是挂 re 100啊。他后来 re 100就他直接转成这个线了、啊，直接拿掉、啊，变成 FM 系列。对，好故意哦。最重点就是这个魔法锤锤吧。哦，好啦，让他成为魔法少女。我发现一个东西耶，他真的有写一个十五阵呢。哦，什么鬼？没有啊，开始跟十五岁还能用哦。开始跟乐高一样。什么鬼？太奇怪了吧？哇。啊，就是瘟神妹，这颜色不一样的瘟神。2021，瘟神是去年出的吗？对啊，去年吗？对，去年好像是。虾米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吗？不知不觉就已经。这个灰蓝色挺好看的啦。真的吗？我觉得还可以，好像还可以。不过我没有买瘟神，所以那你就拿这只就好了。我是在等那个巨剑瘟神啊，那个不会出啦，会出啦。他排在第三或第四只，我都可以理解。他就是先出一些比较 special 的，然后再出那个大家最想要的。哦，这个好尖哦，不过这个也是原本的吧？你有开箱那个吗？瘟神，瘟神，我之前那个有做一个活动，有那个。什么组装大赛嘛，跟志平老师，大家无聊可以把它翻回来看。啊，那时候我那忽然觉得那时候我组超快的，快到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快。那如果下次这个再组，你就可以先用这个，先用之前的瘟神来套。哦，其实就在旁边啊，如果等一下要拿来看也可以。你看它的光剑是那个Double O的光剑SB9，可它是附的是。对啊，你看这个光剑是虽然颜色比较淡，这是 HG 的还是？没有啊，这个是 NG 的、啊。是吗？对啊。怎么觉得比较小只啊？2007。没有啊，这个是短刀刃、啊。哦 ，OK。Double 系列那个扁的光剑。然后这个有那个斧头的零件啊，这个算新的吧？嗯。对，这一片就是全新的，还有它的撕贴，分色应该是跟那个之前瘟神一样是完全的吧？完全分色，只有几个那个亮亮的地方要贴。然后再来这个应该
装甲应该都是旧的嘛，就只有背包不同嘛。还有魔法锤锤啊，魔法锤锤在这里，对吧？这个吧，一部分。对啊，没有，你看还有这个看起来很特别，魔法锤锤在这里，没错。OK 啦，好，所以严格来说就是一个瘟神的算是什么型？衍生型。衍生形态。好，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书，稍微翻一下好了。嗯，我没办法翻。用我的手当书架。可以啦，其实就要这个角度才好，才拍得了。好，立起来一点。好，你就翻吧。想偷懒都不行。这到底要不要剪？啊，看一下你想看的就好了，不用全部都看了。那我最想看的就是这只魔法锤锤了。好看，因为其他的一定就是跟瘟神一样吧？对、啊，还是有不一样啊？它肩膀不是不一样吗？肩膀对啊，肩膀有肩膀有多这个。OK， 传说中的、欸。其实这个不错哎、欸，我觉得。哎、欸，可是问题是，这个炮塔我没有意见，可是问题是炮塔前面又带一个盾牌，你既然是飞行型的还带盾牌，这让我觉得有点。这个有点让我超出我的理解。那就就是空气动力学是好东西啊，大家每台机体应该都要有一点这样。不是啊，就很怪，就你已经要飞起来了，还搞这么重装，真的是很怪。表示它的推力够啊，对不对？这不是推力，凶猛的机体，这不是推力的问题、哦。这个是背包，然后背包，对啊，这更奇怪的是这里，你看这是什么？这两边还可以挂那个加特林炮，就凶啊，什么东西？武装繁多。这个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对啊，你看，这已经这么重了，这这翅膀这么小，都已经快要飞不起来了。你看，两边还可以搭加特林炮。哦，那所以这是宇宙用的吧？宇宙没有差吗？没有，它是飞行型的，飞行背包，哪有宇宙？宇宙也要飞啊！宇宙不用飞哦，宇宙不用翅膀，就宇宙能你有推进剂就往前喷的、哦、好不好？那你到底在说什么？那为什么要垂直？对啊，所以这个整个装备就是、所以没有，所以我说的应该也合理，就是全靠推力嘛，对不对？没有，全靠喷射冲击。不，是靠魔法。原来如此。对，这是一个魔法机体。对，这是魔法机体。原来如此。对啊，你看空战配这个跟，而且你不觉得这根魔法锤锤其实是那个什么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光轮2000，它其实跨上去它就可以飞走啊。这是魔女的锤锤，可能会刺到不该刺的地方。不会、啊，你看这个锤子后面还有喷射推进器、哦，简直就是飞！你看，而且你看它这个锤子真的太神奇了。你看它这样子，这样是锤子没错嘛？转个方向它又变成枪。啊？枪的口在哪里？枪的口在最下面这里啊，它把这个尖尖的往上翻，这边就变个炮。哦，你说这样子是一个把枪？不是，这里啊，这里就可以拍了、啊。看，这看没有，这边没有整只啊，要这样子有整只、啊、比较看得出来了。对啊，它就是一把枪，魔法枪，所以这只简直就是魔法机体。我傻眼哎。对啊，所以这根本就是魔法少女，这太神奇了。好，看一下彩图的部分。对啊，你看，哇，密密麻麻的，就是、我看光速炮模式。这实在是太神奇了，太诡异了啦！这台真的是魔法机体。它的驾驶员吗？到底是怎样？然后这个是故事是出现在那个 C 的 Eclipse， 就是那个，就是跟那个星矢钢弹打的啦。嗯，可以啦，魔法少女打闪电霹雳车 OK 的啦。太奇怪了，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啦，就是这些标示造成整个。看起来很高级的效果，好吧？对啊，这是要就是综合。你看这边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的标哦，对不对？对，很好，很好。这个盒子也充满着这个设计者的思念在里面。好啦，下一盒，所以那个有两盒。对，那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打开看啊，不知道，其实不想看看小字的。反正都是要开的。对啊，迟早要开，不然就是薛丁格的 PB 啊。所以这盒是，它这个都是这样放的哦，红红的哦，那就是那个啦，这个月的大重点哦，正义女神，哇塞 ，Type F， 哇，想不到也蛮，想不到当年你是玩1:100的，现在已经变 NG 了，对啊，我们拿出，我10年了呢，10年拿出来好了，在这。
这样会比较卡。嗯，这两盒一样的吗？对啊。哥，你都这么多，你真的会都煮吗？哎，还是有一盒。这一盒是雪崩装。这还有多一盒在里面。没有啊，雪崩，就是雪崩。所以这是装备而已。这个是装备而已。OK。装备就只有这样而已。装备只有这样。对啊，然后还有个台柱。好，稍微看一下里面好了。好。就变成红色的，这应该是兼用的吧？对啊，兼用的还是有重开模，2018的兼用的。兼用的啊。哦。因为雪崩之前就出过了、啊。有没有新零件？有点好奇。哎、欸，那个光剑看起来不一样。该不会是 SD1？ 2018。嗯，为什么有2018？这个是 SB， 不知道什么 SB1 耶、欸。对啊 ，SB1 啊，是最早的光剑。最早啊！哦呦，水梯，雪崩型水梯。看来 XR 跟正义女神系列真的是大受欢迎呢。2018，啊，这里面怎么有东西？小林哦，这个那个圆圈圈的碎片在这里。啊，大家就很不喜欢正义女神，就是很大家很不喜欢任天使的骨架，他们都觉得很软。没关系啦，出好出满以后才有可能再进入下一个时代。说明书看一下。哦，我就想要盖起来了。对啊，我都已经要把它盖起来。然后这个以前有直接贩卖，现在变成附在里面。还现在还有自有卖啊。这个说明书看起来很普通，但是有教你怎么样。哦，就是教你怎么样装到那个跟本体做组合。嗯哼。哦，可以雪橇模式。对。然后还有这个机械臂装那个装光剑 ，OK 啦，哦，哇，这盒好像被压到了，就是整个变形。其实我觉得说明书真的应该要这样，都给个彩色的，比较有 feel。赞呢 ，MG 或多或少都是吧？没有哎、欸，其实是最近的才这样。原来如此。不然之前最早配件包都是附一张白纸，附一张白纸。好、哦，都白色的说明书给你。重点是我们要看本体啦。本体，哦、对啊，合册。它没有印东西了。不跟你啰嗦了。不跟你啰嗦。不跟你啰嗦了。哇哦。哎、欸，你看 Double O 的光剑就颜色会比较深啊。刚才那个是比较雾一点。对啊。然后这一片应该就是。好深色。哇哦，这个 MG 版的。新的吗？新的吧，新的吗？新的吧。结果说给你兼用1:100，不可能啊！看起来是新的。上面写什么？2021新的啦。可以啦，你看还有流星锤。这之前没有出过吗？没有，没出过。那真的是新的、欸。对啊。所以这样的你的1:100 MG 阵容就完整了。对啊。那这个就是旧的吧？完美。这是 XR 的 Friend， 2008哦。嗯，2008实在是有点老。想当年2008，利友就拿着这片零件在那边磨。我们记得之前的那个利友 PP 之后有秀出那个以前的你做那个盾的照片。哎、欸，结果我那个盾其实是能天使的盾、欸。哦，你是用能天使的盾去改？对啊，因为能天使的盾其实形状是最接近的。了解。啊，正义女神的盾牌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像。有没有很感慨？嗯，对啊，时光匆匆一下就十年。这个枪是兼用的吧 ？Dynamis 是力天使的，力天使的枪，他直接这样切割过来，武器都用来用去啊。嗯，这样很符合这个钢弹的这个生产的逻辑。所以这一盒里面最棒的是，你看还多一把那个 Dynamis 的狙击枪，有多完整的？完整的哦，看在这里啊。说所有都在这，连透明键都有吗？透明键，它有一个透明键，搞不好缺一块，但也有可能在这边，不晓得。而且你看，还有能天使的武器，真的 ，GM Blade 跟 GM 为什么要附这个、啊、因为要旁边那几个零件。没有啊，因为这个啦，重点是它 GM 兽的啊。那到时候你雪崩装没有这个怎么？哦，对啊，原来是这样。所以反而其实这个搞不好应该要在，反正就是大杂烩啦，全部都粘在一起，全部都给你。哇，它的这个透明键是这种颜色，这个是流星锤的透明键。
还有一些武装。看，我们直接看说明书吧。哦，好哦，就可以知道这些武装有哪些差别。还有水贴，这个是。这个是软软零件跟水贴，哇！欸，你看，还有钢弹 Qlios 哎，哇！连主天使都在里面，好多。主天使就是那个飞弹发射器啊，真的哎，飞弹发射器的部分。说明书。天啊，今天的缩图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多东西要怎么融合在一起？有啊，你就把它拼贴在一起。拼出今天的哇，超多用不到零件。对啊，超多重复的零件。哇，它这板件量也很多哎，你看，超夸张。对啊，虽然这一盒好像没有很大，有这种半个都用不到的。没有啊，你到时候可以用哦。对于有完整的一把光速狙击枪的，超多，超丰富武装。真的耶，正义女神 F 型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卖点，全部都要有，通通有，超赞的啦。然后重点是，你看他的头也可以看，哇塞，这什么鬼？这什么鬼？四个形态啊！对啊，各种让你拼出各种头 ，F 戴面罩 ，F 没有戴面罩，然后 F 2戴面罩 ，F 2没有戴面罩。我已经晕了，画面整个不知道在拍哪里。真的 ，OK 了。其实我会买这么多，就是我想要拼出一台完全红色的蓝天使。哈哈，为什么？帅啊！所以你是要那个能天使红的？对啊，红色能天使很帅耶、欸！好好哦，而且你这盒里面真的完全是真的就是可以组一只，应该可以组一只吧？我记得只有手臂那边蓝线没有而已，其他都可以。那你要不要开台来组一只？好哦，我觉得这个就蛮有那个话题的。可以，大家敲完敲起来，破300个赞就理由就在边组起来。对啊，那武装真的超多，好爽哦！真的哎、欸。框架的数量也是超夸张，而且你看，这全部都是把那个框架缩小、缩小、缩小贴在这里，太小了啦！我靠、欸！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板件介绍、就是、需要的使用的有这么多、欸，对，排成这样，排成这么小一张，超好笑，超夸张。对啊，是怎么回事？天哪，好嗨！他也有让你把这些都组起来哦，对啊，没有用到的也组吧，嗯嗯。这真的是太夸张了，这盒真的太夸张，真的太夸张了。真的是全武装包，所以 你有多的，没关系，这个我们之后再讨论。对，我们之后讨论。对，有放心啦，这个数量绝对够，好不好？不用担心。说真的，这一次机体真的是卖翻了，各种版本都有，还有 Metal View， 超扯。欸，这只反而，我觉得这只红色的反而比其他的都卖得好，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因为红色的钢弹，有的人会觉得特殊啊。比较奇异一点，然后像我是为了，你看你不就想要一只红色的 X？ 对啊，我要一只红色的 X 啊，这样就很酷。我是为此而来的，而且宿主就可以办到，很爽哎、欸。对啊，超爽。然后我好像又有点放不回去，没关系啦，就这样，放不回去得死。好哦，来，我们进到下一个环节。好，再来是。这个又是什么？不过这箱子碰了水之后，真的都比较软 Q。哦，这个有小盒的，这一盒是你是多买的吗？我不知道，我已经有点忘记这是什么了。哦，你多买的，耶！坏坏，我想要那个剪刀啊，我想要这个小剪刀。原本的小剪刀太少了，我要多一点。两个已经可以了啦。太少了啦，多一点哦、喔。好，下一个，这个不用开了。大家记得去看前面的影片啊。这个也是刚刚开过了。哦，对，这个就是想说、啊、既然买了就，那就再多买一个。所以是不同时间订的吗？不同时间啊。OK。反正雪橇，我后来想一想，我雪橇买太少，所以我再补一个雪橇这样子。原来是买太少的部分，你看这边刚好就可以凑成就是两套啊。原来是买太少的部分，你不觉得这样很棒？这样可以凑成两套。你会被网友说，你都把模型买光了？没有啊，才两套而已。没有，哪有买光？我跟那些大户比起来，已经算是很那个了，好不好？真的，人家是买20套，我们才买两套。对啊，我只是需要买需要的数量而已。两套好像没有啦，我们没有买两套，应该有三套。
问号五十步笑百步。哦哦，这又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我拿一个出来先看一下。这个就是 RG 正义女神啊。What？ RG 正义女神怎么会出这个版本啊？玩具有这个是代办欸，可是它怎么扁扁的？因为它只有装备，它里面没有本体。是之前那个附录的那个、哦？不是附录的，也不是附录。RG 哪有出过附录？没有哦。它这一盒就是这样卖，它主要目的是叫你去买 RG 的能天使。RG 的能天使装上去就对了。对，这个是拿来配 RG 的。你有发现现在都开始多这个 logo 了？哦，对啊，以前好像没有这个，现在已经有。但是底下的 logo 还是有啊，它上面多这个 logo 了。对啊，现在他们已经统合这个统合组织统合叫做万代拿米壳。放旁边。这两盒是那个谁的？提督的？不是，我们忠实老观众的。哦。对，我们到时候再特别打包把它寄过去。好，重点， What? 这两盒是斗内给工作室的材料，感谢利友同学。对，因为那个首都老是喊说没有买材料，应该说这个用太多了啦。对啊，可是现在做的机体，不过应该说这个好好用，没关系啊，这就材料，应该说连我都有用了，可见。感谢。对啊，这個、好东西。这个，这有开过吗？那你就去看。这个就看一遍。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另外拍过。有吧？可是这个就比较不需要开，因为这个应该大家都看过很多了。私心，因为我一直没有买这台、白色的天命啊。白色的天命啊。对。我一直都没有买这台，这次好不容易让我抢到了。那这一台其实没开过不然看一下。好好好好好。放在上面，放在上面开、这台其实没有开过到底有没有开过啊？好像没有单独在我的频道出现过。没有人买啊，怎么会有开可是我怎么记得有出现过啊？有啦，有出现过啦，但是没有特别开过。哇，白色的，然后这就是大家最常争论的大圈金讲大变金怪怪的那我们把变圈起来就变大圈金、然后还是很怪好吧，这个比较接近这个我无法否认，但这个我觉得就不是、这个就不是、这个、不是啊，这个当然可是有的人会以为这个也叫同样，这个我觉得不一样、这个、不其实两个比较看看就知道了，这个 这比较像你的那个啦大圈金好啦，那我们去稍微看一下就好了。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大概可以预见那个 MGEX 的就大概这几种啊。那这个呢？这个又是什么？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吗？比较近，又不一样。但是它这个啊，这个比较接近。我还是要重申，这个我可能已经讲过了、最早会有这个词，就是因为那个 MG 的无色钢弹的那个金，对，才被大家这样骂。因为那个金就是有点暗暗灰灰的。可是后来出的这些都不是那个金，所以你把这些都叫跟那个一样，其实我是觉得不太对了，就是有点。有点以偏概全的，没有关系，随便，这我都很喜欢，通通收。你是指大便的部分还是金的部分？大圈金，黄金，大黄金。我们这边就会上很多那个消音，会不会被黄标？没关系，我会消音。这个真总算金了吧？这个贴纸超亮，超亮。然后这个，可是你看旁边这个跟这个比起来，我又觉得有点怪怪的。而且为什么它的底纸要用黄色啊？其实这时候就觉得不太懂。为什么？比较好看啊！我知道了，因为这个底纸是黄色，这个有点半透明，它看起来还不会怪怪的。对啊，整体才会是同个色系的。也是有一些奇怪的小地方考量。看一下说明，看一下封面。你看这个封面怎么了？就是我在这里才有彩图。我怎么觉得它好像废废哦？哦，因为脸是黑的。只有那边彩图啊！你看那个上面是这样子而已。好，翻一下，翻一下。这个太有趣了。这个就大概看吧。这个机炮口这样子不会打到。它可以伸出来。我们帮它补设定。没有子弹打到，没有子弹打到这边就砰弹起来，这样就直接过去。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完全没有问题。来就不得死。这个大概就是异端钢弹的组装，然后多了很多这种新的外装甲。其实白色这只就很想要把它拿来改造，因为它这只其实基本型还是跟原本的天命拉是一样，就小小改嘛，没有小改，就只有颜色不一样。真的吗？真的啊。哦，有多这个啦，对不对？没有啊，这个原本都有啊。真的吗？真的啊。
欸，你到底有没有买 RG 的、啊？没有，我完全没有买甜蜜呢。金色机我没有买过，都就是这些都全部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呢？剑有剑呢、啊？有啊，天童剑也有啊，都有、哦。这么有研究？对啊，所以如果真的要改的话，应该是要改成那种另外一个形态吧，就是头上有那个天线的，哦、然后还有多一把那个传说中的剑。还会出吧？那个是那个啊 ，Metal Build 已经哦，这是 Metal Build 的设定。好了，哪天就忽然出那个 MG， 我觉得，因为这个没有出 MG。没有，先黑金色异端、嗯，我觉得有机会。金异端只有出过那个什么，就出过最早原始形态的。可是我觉得有机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正义女神都出了啊，对不对？你不觉得异端这边也是会出的吗？我不晓得哎、欸，这 MG 的异端只有出了那个最早那个拿火箭炮的那个形态。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是 MG 嘛，对不对？对啊，然后、而且是 PB 的。对啊。哎、欸，不是 PB 啦，是那个不是 PB 吗？我记得是 Export 的、欸。哦 ，Export 的，这么限定感，还好吧？只是很贵，买不下去而已。好哦，下一个，再来就是这一箱，真的是从高处开到低处的感觉。对啊，我们这是，我们有很多的开盒的画面。对、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其实我常常觉得啊，我们这个影片啊，重点都不是在介绍内容，但是我们也是会介绍内容。重点是让你们有这个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那这边又是什么呢？干，太多了吧？不会啊。哎、欸，这是都你的吗？对啊，我是为了要确保货源，好不好？这个时候就要帮字幕上那个正义女神狂人，等等，正义女神满满。太多了啦，你要把它摆摆一起哦。对啊，这样看有几套，这是一套，然后这边又有一个雪崩，这时候就要说，你是不是要呛那些买不到的人啊？没有，我没有要呛的意思啊。那你在干嘛？排列整齐啊。哦，哎、欸，可是这样没有，好像少一个雪崩。对啊，我刚才讲了，我就是四加三啊。四加三。对啊。敏感议题。一二三四。然后一二三啊，哦，四加三 ，OK 的啦。对，那你不然你讲三加四也可以。那你什么时候要把他们运回去隔离？我不晓得，今天雨下超大的。God， 真的蛮麻烦。可是我这边，我也不能都塞我这边，我这边也要放不下。我知道，但我都有拿走，好不好？哦，好。好哦。那再来看下一个是什么好了。我们把这个先停在这里。哎、欸，下一个的话，这一箱就是完成品的部分。这一盒是什么？这个是不知道什么，看侧边好了。要开吗？还是不用？这个就不开了。好，看一下是什么。不过应该拍这里啊，拍正面。哦，这边就有。对，所以是 Rise TA Riser Full Particle。哆啦 Zam Riser Full Particle。所以这个是十周年的 The Double O， 对啊，全粒子开放版本。好，这个就先 pass 过去。就是那个光剑很帅的那台。Metal Build 有大光剑那个、哦，有大光剑对。哎、欸，那这一箱是不知道你。这箱也是那个啦，那开一下好了。这箱是谁？这箱应该也是完成品。这箱是会不会是高级货 ？Oh my god！ 哇，果然是高级货。而且其实还没什么缓冲防撞哎、欸。说真的，刚才那些全部买起来都还没有这一箱贵。干，可是这其实是不是有一只是我的、啊？你先拿一箱起来看一下。哦，干 ！Win 钢弹 EW Early Color 版怎么办？这是我看好的 Win 钢弹。听说这时候是可以在影片讲，听说现在叠加到爆。你这个繁殖，你这个超级繁殖。我觉得我喜欢这个配色。但你是超级完蛋，真的是完蛋。但你是超级繁殖。我是不是开始该去看一下股票之类的？帮大家看。你什么东西不买？什么东西你要买？跟我们讲。大家都四散逃窜。大家就不要买那个就对。大家不要买他要买的那个就没事没有要，我要真的买下去才会发动这个能力了。不用担心，我不会去买的。不过说起来，你说它会跌价，我想也是。为什么？正常，因为前面已经出过两次了。所以如果喜欢前面两只的，就不会买这只。没错，你买这只的是真的有爱，就是说干嘛？就觉得这个设计特别有重的啦。不是不是，只要是异钢弹，你全要才会买这只。OK OK， 其实是合理啦，它就让你想要收集的人多一个白雪可以买的。然后蓝白的那白雪姬是全白的嘛，然后蓝白那只原本的，然后加这一只三只了。OK， 这只是第三只了。我们这边就三个特效，让那个这个机体的那个
影子在那边闪烁哈，就不打开来。好，这先不用开，这可能我们之后再另外开给大家看。这两盒是一样，那就先放一下。那还有最后一箱，不知道是什么？啊，还有最后一箱吗？还有啊，真的是很多呢。在这个下雨绵绵的时间，那这又是什么？好了，最后一箱，要开吗？就这是谁的？嘟嘟老师的。啊，那就开吧。好。确认一下有什么了。奇怪，那除了那个飞翼以外，我还有什么？这次飞翼，飞翼其实有一盒是我的。那该不会这边还有一盒吧？就是嘟嘟那边有三盒，不止哦。好哟，这边也有两只呢。直接进那个片尾。对啊，可以直接进片尾。哎、欸，怎么那么多啊？真的啊，这边有。靠腰怎么有一个有奇怪的痕迹啊？好放进去的时候就这边没有突出，没有凸起物啊。看，放进去之前就，它可能是这样下去的时候就已经。真的，它本来就有一个痕迹哎。哎、欸，所以这两盒是一样的吗？哦，你看那这个角有点凹凹的，就是了。就是它撞出来的。算了啦，这个难免。没有啊，它放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撞到、欸。那你没有这个吗？没有。干嘛？没有啊。如果这台买了、啊、那你就可以推算，因为我跟你讲过了，买这支的人前面两支一定都会买哦。所以如果我有买这个，代表我前面两支都有买。所以你前面两支都没买？没错。哦 ，OK 的。我是属于那种买这支就前面两支我都会一起买的人。好，对，好，没有嘛？对 ，OK， 没问题。好，帅气结尾。Yes 。我现在要学那个现在网络上最红的那个，嗯、那最结束的时候就是说，记得来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就这样子咯、嗯、拜拜 ，peace。然后呢？就这样啊，要 peace 啊。什么啦？你有没有看那个？你有没有看、那個、什么啦？好机车啊。哦。他最后都要讲。我之前有看。对，他就、哦。所以你喜欢这个结尾？对他最喜欢，他就想。所以你就想要直接抄起来？对，我就直接抄起来。直接抄作业 ，peace。对 ，peace。没有，因为他的 peace 跟我的开始很像。哦。所以要 peace。好，这就是这一期追加的部分。那就这样了。Oh my god， 实在是太多了。